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69面，469面，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。佛无著作加持，亦非定言无有摄者也。如且受用居住品云，所居这摄即尽极严厉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足证非定无者摄也。这个地方的文字，我们要细心的去看啊。这一段经文是说的极乐世界清净平等，第一段呢是讲啊境界的平等啊，净平等啊。佛无前面是讲极乐世界的大环境，它是光明世界，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昏暗的现象啊，它也不需要日月，也不需要火光，也没有昼夜，也没有年月日这些啊，这些在极乐世界通通没有这个现象啊。前面我们看到黄念老的注解，他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来的啊，是因为地球日月，就是太阳系、银河系啊，它们的不同的运动让我们产生了错觉啊。西方世界没有这些现象啊，星球有，因为佛的光明太大了啊，特别指出佛的佛顶放光，实际上佛全身放光啊，不仅仅是佛顶啊，佛顶是举个例子啊。佛的光明遍照法界，你就想它光有多大，遍照法界啊。日月的光它照的范围也不大，我们晚上看到的星星，天上星星全都是太阳啊，自己放光的，自己不放光你见不到它，看不到它啊，都是自己放光的。而很多星星呢比太阳大千倍万倍都不止啊，因为它距离我们太远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星光就一点点了啊，都不能跟佛光比啊。啊，佛光遍照而说我们现在这个眼根有障碍啊，看不见，这是真的。我们晓得宇宙之间有很多的光啊，我们眼睛能见的呢只是当中的一部分，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。佛的光波没长短，无缘覆盖呀！所以日月那个光明的时候，在极乐世界就像我们看星星的光明一样。这是这个大环境。那么再缩小来讲呢，也没有
住着这两个字要把它连起来读，住是住相，着是着相，住着都是着相的意思。啊，就是那一边的人对于家事啊不着相。啊，这个就对了，不是没有家事。啊，不能说父无住着家事。啊，住着连在一起读。啊，他没有住着家事。啊，所以念老在此地解释的也很好。啊，并不是一定说他没有这事。啊，他没有宫殿，没有楼台，前面有讲过，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那为什么此地说是无呢？啊，无住处，没有这两个。啊，家，这家实是有的。啊，就是他不执着。啊，所以他在清净。执着呢，他就不能清净。啊，这一段最重要的是讲清净。啊，那么前面受用句作品里面说得很清楚。极乐世界那一些众生他们居住的舍者啊，居住的房屋禁忌严厉，严是庄严，厉是华丽啊，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啊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人间福报最大的是帝王，帝王的宫殿啊，我们到北京到故宫啊去观光，你能够见到啊，故宫的辉煌现在没有了。为什么现在没皇帝了？那不是皇帝居住在那里了啊，所以这个保养的时候那跟原来是大大不相同了啊，现在都是破旧了，许多地方没人修补啊，那这金碧辉煌的现在看不见了。那么它有的在空中，有的在平地啊，是在空中是在平地，不使人有意思。如果说我愿意在空中，我愿意在地面，那你还有意思啊，你的烦恼还没断尽呢。啊，我们要记住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有烦恼的习气，绝对没烦恼。啊，就是分别执着的习气有，有那么一点点，不严重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借助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哪有分别之处？啊，阿惟越致菩萨只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实际上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。啊，不可能自己有意思。那么到底在空中是在平地，这是一种习惯。啊，是一种习惯。啊，这习惯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我们都居住在地面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那个房子一定是在地面上的。啊，这个死亡天忉利天人念佛往生的也都在地面上，这习惯住在地面上了。那夜摩天以上呢，他们去往生，他们习惯住在空中，他不住在地上，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宫殿还是在虚空当中，这种习惯啊，自自然然的，绝对没有人去安排，没有人去想象啊，完全是自然现象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这是说明他们有居住的环境，
而且居住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庄严。经言五者啊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五，我刚才把这个意思也说得很清楚了啊，无是不执着的意思，这不着相啊，不着家世之相啊，啊，极乐会众，会众就是居民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大会呀，是个法会呀，啊，阿弥陀佛。于设法界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里面有缘众生啊，什么叫有缘众生呢？一切诸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，没有不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，如果大家听了能信，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这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，这叫有缘众生。啊，有人啊，师父天天劝啊，哎，学生情执很重，不愿意去。啊，我就遇到，啊，学天台的法师，啊，他请我讲经，讲阿弥陀经，啊，结果他怎么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他每天念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那，啊，这跟佛没有缘了，啊，听是听了，不想去啊，那他也不是不信，他就不想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恩师啊，他就愿意永远跟释迦牟尼佛啊，真有这样的人啊，啊，老修行人呐，啊，啊，我们明了，哎，不觉得稀奇了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大众啊，居住在那边的大众。所闻呢，皆是无我之身。这个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。啊，听佛说法，听水鸟说法，听流水说法，听风吹树叶说法。啊，皆是无常、无我、苦空之身。啊，这讲四谛法了。啊，时时刻刻提醒大家，啊，深入啊，苦集灭道啊，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，闻即相应，其心清净无住分别，这十二个字很重要。啊，我们听佛说法，听了怎么样？不相应，心不清净，还是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没听懂啊。这个佛法听懂了可不容易啊。那懂了，你就证果了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没听懂，为什么没听懂呢？这个我们也讨论的很多。那想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定会记得印光大师的教诲。啊，印祖常说啊，一分沉静啊得一分离，十分沉静得十分离，百分沉静得一百分离，千分沉静得一千分离，要万分沉静你就得万分离。那我们现在没有沉静心，所以一分离都没得到。
沉静是真心，沉静是自信啊。我们如何培养我们的沉静心？现在这个社会大难大难，那为什么没人教？不但你没有见到过，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自然会想到师尊当年在世教学。佛灭度之后，这些弟子们到四面八方去弘扬佛法了，去教化众生了。啊，有些地方一年半年就没有了。啊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、六七百年，啊，都没有了。只有在中国，传到中国来这一支。将近两千年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中国人有沉浸心，啊，中国人把沉浸心疏忽了，也就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。佛法就没有了啊！古老的中国，千万年来，小孩没出生啊，母亲在怀孕期间，母亲就教了，叫胎教啊，啊，叫什么？就是叫沉浸。啊，母亲的心真诚，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，这个沉浸影响胎儿。到小孩出生了，他睁开眼睛会看，他竖起耳朵会听。啊，父母在他面前表演的，就是沉浸。啊，表演是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是家教的集大成。啊，《弟子规》自始至终1080个字，全都是叫沉浸啊，真诚恭敬。所以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也，3岁看80，7岁定终身的，啊，3岁就是说他学了1000天，从出生到3岁1000天，啊，父母做出这个样子给他看，表演给他看，他学会了。80岁都不会改变，对父母恭敬，对长辈恭敬，对兄弟姐妹恭敬，对一切人他都恭敬，乃至于对花草树木，啊，对大自然都有敬畏之心，这样教出来的。你不从小教的教的时候啊，他4、5岁、6、7岁那教他来不及了，迟了。啊，他接受这个扎根教育的期限呢过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中国你看几千年来这个社会长治久安。啊，跟西方世界一比较不一样啊！西方世界都在动乱了，
中国的社会局面是安定的，一个改朝换代，至少有100年到150年的安定。这是外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，都感到很惊讶，都非常佩服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中国人最懂得教育。他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效果。我们把这传统东西疏忽了，一般讲啊，也不过200年了，200年是慈禧太后疏忽了。他确确实实把沉浸两个字说好了。历代帝王在三宝面前都称弟子，只有他称老佛爷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佛菩萨之上。这个用在现在讲是大不敬呐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上行下效啊，底下对佛法，这个恭敬心逐渐就衰了。清朝亡国到民国，不但看不到这种恭敬的态度了。连名词都听不到了，现在这时候听不到了，沉浸两个字听不到了，谁说？所以社会乱了，地球灾变多了，问题出来了。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，那不是假的。可是我们要明了，如果不能恢复中国古圣先贤的胎教，这个社会上还会有圣贤君子出来吗？胎教能不能恢复呢？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年轻的这些妈妈，谁不爱小孩呀？她爱小孩，当然她不懂怎么教法了。如果国家有这么一个制度，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受教育。告诉你的时候，怎样胎教，怎样教婴孩。这3年当中啊。给你的儿女砸下了深厚的根底，圣贤的根底，你喜不喜欢？一定喜欢嘛！这种教育3个月就可以了。上3个月的课，你就完全懂得了。你自己就会起心动念，纯正。怀孕的10个月没有邪念，没有邪思。言行举止都端庄。他就影响胎儿。古时候人懂啊，乡下人他虽然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他懂。他的祖宗代代相传教给他的，他懂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典籍你看看四库全书。历朝历代，纵然是乱世，都有圣贤君子出现。圣贤君子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
啊，这文即相应，这句话重要啊。那这一相应着，心就清净，就没有分别。啊，即无有我，何有我之假事呢？啊，我有没有？我怎么会没有？当然有啊。有为什么说无我无有我呢？不执着了。啊，我还是有这身呢，不是没有身呢。我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也就是说，我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就是无我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会替别人想，会替社会想，会替国家想，会替全世界人想。啊，不会为自己想，这叫无我。啊，身都不执着了，怎么会执着身所居住的房舍呢？啊，当然不会执着，而不执着这些房舍从哪来？我们这边要设计，要施工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。我们如果像西方极乐世界人一样，真的执着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就像经上讲的极净华丽呀，不需要设计，不需要施工，啊，自自然然现出来的，这是什么心得？自信心得里头流露出来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要知道极乐世界跟我们没差别，自他不二。啊，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我们的人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那我们居住的环境跟极乐世界当然也就没有两样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嘛，怎么可能有差别呢？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如果有分别有执着，那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分别没执着就跟他们一样。啊，所以大家想想，还是执着好还是不执着好呢？是分别好还是不分别好呢？啊，你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你就明白了。底下几句就讲得很清楚了。过于所居舍之啊，所舍啊，这个住之无有执着，故云佛无著作假事也。啊，佛因人皆无我。啊，他都不着我相啊。故一切呢，皆无需标示名号。但我们得有个名啊，你住在哪个地方啊？这个要叫一条路啊，门牌多少号啊？哪一号是你家了？啊，那个一切执着连我都没有了，那所以一切名号都没有了。这一切名号都没有了，那张三李四能认识吗？会不会搞错啊？不会，决定不会搞错。啊，就如同我们身上这个像器官一样。啊，眼睛不是耳朵，耳朵不是鼻子。啊，一切不执着了，眼睛还是眼睛，眼睛没有变成耳朵，耳朵也没有变成鼻子。啊，绝对不会错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，身
相貌完全相同，啊，体质相同，相貌完全相同，啊，都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那到那个地方，人那么多，哪个是阿弥陀佛啊？哪个是观音菩萨了？那你能认识吗？都一样的，能，丝毫都不会差别。啊，人的脑比电脑厉害多了。啊，电脑有时候还有差误，啊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脑的功能完全开发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科学家常讲，我们现在使用大脑，大概只使用大脑的1/2。啊，大脑90%几我都没用上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大脑的功能全部开发了，无量的智慧呀，无量的神通啊，哪里会搞错啊？啊，上这以上显示。居住的环境没有分别，而此妙境呢，正由于力取舍分别之智性也。这话说得好啊，心经则途径呐。啊，那么。特别是修净宗的同学，啊，修什么？自己一定要晓得，就是修清净心呐，不是别的。那我们用什么方法修？现在大多数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。啊，持名念佛真的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吗？如果念了很多年了，清净心还没念出来，那我们就得思考啊，念佛没收到效果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绝对不是经典的问题。啊，绝对不是祖师大德解释问题，是我们问题在自己。我们把经义、把祖师大德的解释扭曲了，所以没效果。如果正知正见，哪有不得清净心的道理呢？啊，你真能得清净心，你肯定是智慧长，烦恼轻，法喜充满了，你会生欢喜心啊，你才晓得佛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。大多数人都没有显著的效果啊！那么这两天，北京胡晓玲老师到这来看我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最近4个月念佛。啊，因为过去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很一年的很辛苦。啊，他读印光法师文章，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所教的这个生念法。他认真学习，学习了4个月，效果非常卓著。啊，我让他在我们协会做报告，
跟大家分享，非常重要啊。印祖这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没真干呢、那就是用心即素啊，佛号从心生出来，从口念出来，从耳朵听出来，听进去一定啊要清清楚楚，心生清楚，口念清楚，耳听清楚，再加上一个记述啊，从一到十啊，念的时候了，初学的时候最好念慢，不要念快啊，快记不住，不要用念珠啊，用念珠分心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一句一句的念，哎，字字清楚，字字都听清楚了，而且心里头记住，我这一句佛号是第几声佛号，从一记到十，啊，但从一到十不容易啊。你忘记了，忘记从头再来啊，那么实在是没法子呢，祖师教给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啊，从一到五记得清清楚楚，然后才从六到十记得清清楚楚，用这个方法啊，不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，不是这样的，还是十句啊，前面五句一二三四五，后面五句六七八九十，你要这样记法啊，十句念完了，再是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三句这样念，很摄心啊，因为念佛杂念太多啊，妄念纷飞啊，用这个方法可以摄妄念。大师之菩萨讲的都是六根，这个方法三个清楚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就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啊，再有困难的你就三三四，用这个方法记啊，第一段三句一二三，第二段三句四五六，第三段呢四句七八九十，你用这个方法，这叫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大势至菩萨说的，哎，你用这个方法试试看啊。胡小林做报告了，胡居士在旁边听懂了啊，他这两天在试，告诉我很有效果啊，确实不一样，欢喜心生出来了啊。当然最重要的因素啊，方法是助缘的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你放得下了啊，真放得下了啊，这才是个真因的啊，放下那种自在，那种快乐，就跟极乐世界人一样嘛。极乐世界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他放下了。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放下。啊，果真放下了，跟极乐世界人没差别。啊，他极乐，我们也是极乐。啊，重要是放下。放下呢，一定得看破。啊，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你才会放下啊，放不下就是把这个都看作是真的，错了啊。所以现在的科学家确实他们比我们聪明，他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，
虽然不是纯正，达不到佛菩萨的那个境界，但是很接近。啊，特别是最近30年，啊，物理学家的成就，无论是太空物理，或者是量子力学，微观世界，成就都相当可观。啊，这些人发表的论文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这是德国普朗克说的。啊，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。啊，一生研究原子，研究粒子，啊，到最后发现量子。啊，他说，宇宙之间，只有三样东西。啊，这大家都公认的，一个是物质现象，一个是精神现象，一个是自然现象。啊，这为什么说物质现象是假的呢？物质的基础是念头，因为有念头才有物质现象产生，如果念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那物质存在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你意念为中未断。啊，这跟大乘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望镜还原观，我们过去学过2次啊。贤首过失著作的。啊，现在用现在的话，论文呢？啊，这篇论文并不长，把宇宙真相说出来了。啊，从一体起而用。啊，一体是自性。啊，今天科学跟哲学没发现自性。啊，他要发现自性，那跟佛法完全相同。你看，从一体起二用，啊，二用是什么呢？就是慧能大师讲的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二用第一个是宇宙，第二个就是自己，就是正报跟依报就出现了。啊，无论是正报是依报，它都是动。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又讲宇宙是波动现象，啊，成为弦的定律，是波动现象。它不动了，宇宙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是个动向。啊，振动，再微细的振动。它的速度不可思议，没有办法能跟它相比。啊，它这三种现象，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无论是物质，无论是精神，啊，每一个波动都周边法界。啊，第二个现象，出生无尽。啊，出尽是出生讲变化。啊，第三个含容空有，啊，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含容空有啊。啊，这是佛经里面用现代话说，佛经里面讲的物理学，啊，讲的科学。
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认识、认知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不会在现象里头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你都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当然你没有分别之处，入佛的境界了。啊，诸佛境界如是而已。认识清楚了，这就放下了。啊，认识清楚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。看破之后，你才会放下。放下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，那你又有深一层的放下。啊，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啊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佛法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但是个头一关，就是要看破身不是我。这头一关，这一关最难。啊，因为你看不破，你执着这个身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通通从这出来了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啊，因为这一个错误观念呢，造成了大错，造成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变现出六道轮回，轮回是假的。轮回就是什么原因来的，就这个原因。啊，你真正看破放下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不但轮回没有了，设法界也没有。啊，我们学大乘学这么多年呢，不但知道，不但设法界没有啊，诸佛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它是怎么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来的。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，十报图就没有了。啊，只有一个是真的，常寂光图，这真的。常寂光图是什么？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个是真的，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。啊，它没有现象。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科学跟哲学没办法了解的。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佛说的，为正方知。你正得了，你就清楚了，你就明了了。怎么正得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正得。啊，那是最高的境界，究竟圆满了，印度人称为大般涅槃。啊，到这个境界，你看此心此境本无分别了，尽智一如啊，具足尘垢，尘垢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所有一切烦恼通通断绝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啊，这种感受我们无法想象，因为我们一想就落在第六意识，就落在分别之处。啊，你必须不分别不执着，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乐。啊，所以这个乐我们在佛经上读的，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。啊，到底是怎么个乐法？不能理解。
如称赞净土经曰：“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”啊，这意思跟这完全相同。我们再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生真极乐啊，这个生是讲往生的，往生你就真的唯受清净最上喜乐，你这一往生你就真的了。我们看经文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、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具及不定具，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。念老的注解说，又问啊，这个右面呢，这个两行多的经文，乃弥陀第二十九啊，四十八愿第二十九愿，主正定具愿。即第十二定成正觉愿之成就，黄念老给我们提示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，也就是说了，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，经文上讲得很清楚，若有，这若是假设啊，假设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看这基本的条件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对谁说的呢？对善男子、善女人说的啊。为什么？他们听了之后啊，闻即相应了，心就得清净啊，就得喜乐啊。啊，这个善是有善根、有福德啊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，这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普通讲法是具足十善业道啊，这是一般讲法，在此地不是的，在此地讲法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啊。为什么他决定往生啊？若已生，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；若当生啊，当生就是还没去啊，他决定得生啊。为什么知道他决定去往生呢？他往生的条件够足了啊，所以这是阿弥陀佛这两愿特别加持他，他住正定居，定成正觉啊。这个正定居后面讲了，不是邪定居，不是不定居那正定居是什么呢？心就止于这一句佛号，他就定在阿弥陀佛名号上
啊，我常常举中峰禅师的例子，在三十心念里面，中峰禅师说的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你的心呢，定在阿弥陀佛上了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你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叫住真定居啊。”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说这一句不可思议，真正能体会的人并不多。啊，为什么不能体会？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境界。啊，一个凡夫啊，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依教修行，决定在这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？啊，弥陀二十九第十二这两愿的成就啊，在极乐世界它兑现了，它不是虚愿的啊，真成就了。此时为弥陀全部本怀之菩提。菩提是射箭，那个箭拔的红心打中了啊！这个红心是弥陀全部本怀啊，怀是什么？他的愿望。弥陀的愿望是一切有缘众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，他没有别的愿，就这一愿啊，四十八愿就这一愿啊，无量妙行的圣果啊，愿在前面领导我们，愿必须要行才能满你的愿，你有愿不行，这个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无量妙行我们前面都过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用五劫的时间，这时间长啊啊，一个劫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的一个大劫，五个大劫啊！他修什么？就修四十八愿，愿愿都修成功了，愿愿都圆满了啊！所以在今天极乐世界，它自然产生的现象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无论是依报庄严是正报庄严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啊，自然为什么有不一样呢？那会住的宫殿有大有小，有在地上，有在空中啊，我相信样子也不相同啊，这是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的习气啊，他养成这种习惯啊，以前是有爱好，现在爱好没有了啊，因为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断掉了啊，不是爱好，习惯啊，喜欢在住山洞修行的到极乐世界一定是山洞，那宝山
他在山洞修行，喜欢住茅棚的，极乐世界看到茅棚，哦，可是那茅是七宝，啊，那个草都是珍宝，习惯嘛。有人喜欢住大房子，有人就喜欢住小房子。啊，所以它完全是随你的习惯的事，不是你的想象。哎，你要说他想象着，那你错了，那他是凡夫了，不是想象。啊，自然成就的。智、悲、方便之基础，啊，智慧、悲心呢？啊，悲心是怜悯一切众生，还没觉悟，还在那里造业就有果报啊！啊，所以，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。是方便，用这个方便法来普度众生，啊，这个方便是方便到极致了，到基础了，啊，圆满到基础，美好到基础，啊，效果更是不可思议，度生大愿之究竟，啊，真的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。帮助你回归自信呢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不回归自信，等于说你都是在外面流浪，你没回老家了。老家在哪里？是这个常寂光土是老家。诸位记住，常寂光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回归到自性圆明体，这就回老家了。这才叫功德圆满。文中有正定、邪定与不定这三句，啊，这三大类也。啊，是句，类句也。啊，此三句之说，通见于《小乘经》《大乘经论》，这佛常讲的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呢，对这个三句啊，都很熟悉。啊，但内容差异甚大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佛常常用这个名词，看对什么人讲，意思。前身广狭不一样啊，小乘如举舌论为粗苦，即其以上之圣者为正定句，这对小乘说的啊，粗苦以上，那就是从粗苦到阿罗汉啊，粗苦须陀洹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四果，啊，这四果呢，都算是正定。啊，那对凡夫来讲呢，凡夫是造无尽业者，这是邪定。啊，其余的呢，介于这个正定跟邪定之间的，就叫不定。啊，不定，完全看他的缘分。啊，他要亲近善缘，他就得正定；他要亲近恶缘呢，他就变成邪定。那么，我们看今天的社会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社会教育
啊，我们可以说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宗教教育都是缘。啊，看你接受哪一种教育，你就变成哪一类了。啊，今天呢，教育是被大家普遍所获了。人心目当中别的东西你只想金钱，你是糟糕不糟糕啊？只想发财能发得了吗？如果想发财真能发得了，我给诸位说，佛菩萨都跟你学了，哎，他也想发财啊。那圣贤君子不就全都跟你学了吗？他为什么不跟你修啊？他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东西求不得，八苦里头求不得苦啊，不是你有求就来的，求不得。那到什么命里有的时候自然就有，命里无的时候怎么求都求不到，这个一点都不假啊。从前念书人都懂这个道理，所以说他不修。孔子懂这个道理，孔子生活相当艰苦啊，不是富有啊，啊，孔子连小康都做不到啊。啊，他过的是一般平民生活。啊，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艰难的颜回，那但是飘逸，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，用竹子编一个篓子当饭碗，喝水连个杯子没有啊，用葫芦瓢喝水，过那样的生活他快乐啊，你见到他，他都是满面笑容，从来没有这个忧悲苦恼这种态度出现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懂因果，他明白这个当中道理。啊，所以他属于镇定局。啊，他不是邪定。啊，一般人受这种苦难的生活，他就是熬不过去，他就想入非非呀。啊，损人利己，啊，如何窃取别人的，啊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就造罪业了。啊，这是邪定局了，造罪业。你能够得到的，还是命有的；明明没有的，造什么样的罪业得不到？你说你冤不冤枉？啊，所以你就晓得因果教育多重要。啊，佛门当中的确是殊胜啊，一般社会大众都知道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求发财应不应？应。命里头没有财，命里没有财求佛，佛叫你发财了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命里头没有智慧，佛能帮助你开智慧；命里头没有寿命，佛能帮助你长寿。有求必应。那在佛面前祷告祷告，这个不灵，
这个没用处，你得学经典，经典里面有教你，生财有大道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布施，财布施。那个人命中财富很多的，前世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，他才得这么大的财富啊！啊，不是坑人骗人来的呀，啊，是欢欢喜喜布施，他才得到的呀。啊，聪明智慧的因是法布施，健康长寿的因是无微布施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啊，从小家境就很困难，啊，小时候不知道，也没人给我讲。啊，实际上在最近这些年，啊，看到家谱了，这才知道啊。啊，我父亲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家道就衰了，原来是个大家族，就衰了。啊，家里面的财产家业都变卖了，啊，我父亲也没有得到钱，啊，钱被有权有势的人被他们拿去了，啊，所以家庭生活非常艰苦，啊，父亲靠打工做日子过日子，我们没有土地，我们没有房屋，啊，一生都是租房子住。啊，到共产党起来了，啊，解放了全国了，我在海外。啊，没有想到我们符合共产党的这个条例，无产阶级啊，受到了特别优待啊，我们没有土地分到土地了，没有房子分到房子了，而且还供养我弟弟去读书啊，一直读到大学毕业，复旦大学啊，毕业之后留在学校教书。共产党对我有恩呐、啊！啊，那么我在海外，真的是一贫如洗。我遇到一个好老师。啊，这三个老师都是了不起的人，啊，就是小时候母亲教我们的一点沉静起了作用了。啊，跟老师素昧生平的不认识啊，啊，写封信自我介绍，啊，希望的时候老师能准许我们旁听旁听他的课。啊，其他的不敢奢望啊，没有钱念书啊，啊，想听听课。这头个方东梅先生，啊，他帮我带进佛门，哦，让我了解佛法里头有大学问，不是迷信。啊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啊，以后亲近张家老师，啊，这是个
有道行的高人呢。我26岁认识他，他老人家65岁，叫祖父辈的啊，大概他看到我贫贱的命，贫是没有财富，贱是没有地位啊，贫贱之极就是乞丐的命啊！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没有修无为布施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不但是贫贱，而且寿命很短。所以老师教我，啊，他也没有明说。以后我完全懂得了，啊，教我修布施，啊，我跟他老人家说，我说我没有钱呢，啊，每个月拿的工资很微薄，仅够自己生活，哪有钱就布施呢？啊，老师就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一毛钱可以了，一块钱还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，养成一个布施的习惯，养成一个念念有布施的心，叫我这么做法。啊，我很听话，依教奉行。啊，果然3年之后啊，哎，这命运就转了。啊，越转越好啊，越施越多啊。啊，发布施，这是李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要我发心。出来讲经教学，讲经教学属于发布施。啊，以后我懂得了。啊，我在医院里布施医药，这是60年都没有间断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属于无为布施。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啊，受方的供养，我完全学印光大师，啊，通通却布施掉了。一生我没有盖道场，啊，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全心全力修法布施。啊，印诵经论善书。啊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在香港讲经，讲楞严经。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没有隧道，没有高速公路，香港到九龙要坐渡轮。啊，当时我看香港最高的一栋大楼50层。啊，它的窗户是圆形的，设计的也很有风格。啊，一般的房屋大概都是10几层。啊，30多年之后不一样了。香港完全变了。啊，在我记忆里的非常深刻。啊，我学佛这个效果都收到了，所以非常感恩老师。啊，一生
物质生活不缺乏，啊，聪明智慧确实年龄不一样，啊，大家听我讲经就明白了，我讲的年龄不相同啊，啊，境界都是提升的，啊，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，啊，一个多月就好了。啊，好了，继续讲经。啊，一生没有生过病，没有住过病院，啊，医院没有我的病历。张家大师教的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。啊，我没有求延长寿命，也没有求健康长寿。啊，我只是求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只求这个，其他的不求。啊，这说明了，佛事门中，求成佛都能做得到。这世间发一点小财，这叫鸡毛蒜皮小事啊，哪有做不到的？太容易了。啊，只要你肯照着佛法去做，肯定收效果。啊，而且的时候顶多3年，命运就转变了。啊，改造命运的佛法。啊，以后我读到了凡四训，原了凡先生。更是一个典型，是个榜样。你看他怎么把命运转过来的？啊，云谷禅师教他的，也是教他这三种布施。啊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走的。寿命延长21年，啊，他的功名只有秀才，命里头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，啊，他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以后去参加考试，中了举人，中了进士，啊，命里头没有儿子。啊，他求儿子，啊，真的，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儿子，啊，继承了他的家道、家学、家业，啊，所以命是自己造的，命自己可以改，啊，别人给你改那是假的。那不是真的，啊，是要你自己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你就会样样都如意啊！啊，不但我们本身的命运可以改，家运可以改，国运可以改，整个世界世运都可以改。大乘佛法里讲得非常清楚啊，啊，小乘这个三句的意思我们懂了，大乘中三句之意富有多种啊，念老引经论来告诉我们，第一制度论45，第45卷大制度论100卷，一者正定句，必入涅槃，这叫正定句。二者邪定句，必入我道，
这个卧道啊，是指地狱，三者不定啊。他这个给小乘意思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念佛求生净土是真定居，为什么呢？彼如涅槃。造作恶业，毁谤圣贤，这是邪定居，彼如卧道啊！三者不定，那就是从人道到声闻缘觉菩萨都说不定居。比小乘的范围广大多了。第二呢，是摄摩诃言论云，尤其三种。一者实信前，命邪定居，不信业果报苦啊。摄摩诃言论，这是大乘，他所讲的大乘别教啊，不是原教啊，跟华严经讲的不一样啊，这是别教菩萨啊，所以摄信之前呢是邪定居啊。他不相信啊，业果报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善行是住实行实回向，实地啊，实圣就实地明真定居。不退为故，别教的三贤位在原教都是实行在实行，实行的名不定居，这何进何退进进退退所以为决定故啊。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跟这是一个境界。二者这第二种实信前并实信明邪定，大觉果明真定，三贤十圣呢明不定。大觉果是佛果，那么实现之前，实现位都叫邪定，这个通通是讲的别教不是原教大觉是成佛，这才叫真定三贤十圣呢都叫不定，这第二种讲法。三者
实性情明邪定，实圣呢明正定，实性三贤呢明不定，著述不同。啊，这都祖师大德对于佛经上的这个讲到三句，他有不同的解释。啊，小乘以初果及其以上啊为正定，大乘呢或是比如涅盘，或以三贤以上，或以十地以上，或唯以大觉佛果为正定。啊，这个里头意思前身不一样。啊，有的说的深，有的说的浅。啊，我们看本经至于经经所缘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经里头所说的彼土众生借诸正定句，啊，彼土是极乐世界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全都是正定句。啊，净言云，净言大师是隋朝啊，法师的德号也叫慧远，跟初祖同名啊，名字完全相同啊，所以在历史上呢称他做小慧远，他是隋朝人啊。我们初祖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人，东晋时候，这是隋朝的，叫小慧远。他住的寺院叫净严寺啊，所以尊称他，不称他名，称寺寺院啊，这是最尊重的称呼。未分不退名为正定，莫问大乘小乘众生，生彼国者借诸正定。这个说法很好啊，你不要去问他大乘小乘还是众生，不要去的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正定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退转啊。你看四十八愿第二十愿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转啊，永远不退转，而且是三个不退转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这个不容易，太难得了啊！去借助正定呢，望西同志啊，望西法师解释跟这个相同，并曰：一切善恶凡夫，成佛愿力，生彼国者，出不退故。是名正定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一切善恶凡夫啊，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，无论是心善行善，或者是心恶行恶，这些凡夫啊，恶人只要能忏悔，只要能改过，只要能真信，都能往生啊。净宗法门太广大了，无逆十恶罪，临终忏悔，一念十念都能完成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呐！啊，第十八愿呐！啊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
在卧的人一回头就是善人了。我们中国古谚语常讲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。啊，卧人回过头了，真好人啊。啊，只要他真肯回头。啊，他真的改过了。这个人就有资格成佛啊！所以我们对于卧人不可以轻视啊，说不定他成佛在我前，这都是有可能的啊！我们轻慢他，那就是罪过，那就是过失啊！应当帮助这些人回头，帮助这些人觉悟，这就对了。又景星云：若生净土，不问凡圣，定向涅槃，定去善行，定生善道，定行六度，定得解脱，故唯有正定句而无余耳。啊，这个不定跟邪定的决定没有。话说的这么肯定。啊，不问凡圣。啊，凡夫念佛往生净土。他一生决定成佛，只要生净土，没有不成佛的。那当然是真定句啊，是定向涅槃，涅槃就是成佛。定去善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天天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每一天听佛讲经，听佛讲经不中断的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教学是以文法为第一个法门。啊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没中断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极乐世界的人身体不是血肉之躯。啊，这个血肉的之躯的时候需要五谷杂粮来养它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发心身。他居住的大地是发心土，所以他不需要饮食，他不需要睡眠，啊，精神饱满，啊，文法不间断呐。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不间断。啊，所以你就想他的进步多快。啊，在阿弥陀佛这边专修，在十方诸佛那里参学，广学多闻，一门深入，同时并行。啊，在阿弥陀佛这边一门深入，每一天去拜佛，拜访十方佛，啊，供养十方佛，修福。听十方诸佛说法开智慧啊，那是厚德智，广学多闻，他同时并进啊，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，求不到啊，不可能啊。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能的全变成可能。
这地方我们能不去吗？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非去不可啊！那什么我都可以放下了，我就是要到极乐、到极乐世界去啊！那去干什么？去成佛去啊！那成佛干什么？成佛才能普度众生，自己没有成佛，你怎么能度得了别人？啊，所以定取善行，定生善道。啊，无论他示现在哪一道，他都是善道。啊，定心六度。啊，用什么教化众生？用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一定要从自己做出来，把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做出来。啊，大家才会相信，他才会接受。啊，定得解脱。啊，解脱是得大自在啊。啊，邪解，念去身做动词讲，解开。解开什么？烦恼习气。脱什么？脱离生死轮回。啊，不但六道啊，他脱离了，十法界也脱离了。故唯有真定居，邪定居跟不定居他们都没有。对，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皆真定居。啊，慧疏说法跟这个相同。又真解，宗善导大师的意思。啊，总是根据依据善导大师的解释说，啊，是摩诃言论，所谓正定句，从佛骨至十地三行，皆名正定句。啊，净土正定居，正定居也然。啊，净土法门里面讲的正定居，跟这个意思相同。或现十地三千等，其体比之灭度，但是一涅槃界之示现差别而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很多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大藏经里面有神僧传有居士传啊，这些有神通的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啊，都是古佛再来、菩萨罗汉再来呀、啊！啊，他们到这个世间来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你像释迦牟尼佛，他在这个世间实现是表演。不是真的，表演的很逼真啊！在《梵网经》上，他老人家自己说：“啊，这一次也就三千年前，在印度示现，啊，以佛的身份出示现。他说，这是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的第八千次了。”常来啊，就跟唱戏一样啊，登台表演呢、啊，这第八千次了
久远界他已经成佛了，这边众生有感他就来了，应以佛身得度呢，他就现佛身。啊，我们再看看中国唐朝的慧能大师，跟这很近，他广东兴会的。啊，慧能大师的示现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啊，听讲金刚经开悟了，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啊，五祖在中国应以比丘身得度，他现比丘身而为说法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呐，应以什么身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众生。众生用哪一种身份或事是众生的意思，他就实现哪一种身。啊，本地高深莫测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看到的迹象。啊，所以菩萨或现十地，或现三现。啊，其体必至灭度，释迦牟尼佛身体一定灭度。啊，慧能大师的身体也灭度了，啊，他还留一个肉身在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留舍利，啊，六祖能大师留的是肉身，但是业涅槃界。啊，通通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都是涅槃界的视线差别而。啊，涅槃界是明心见性，不生不灭。若一法句，如果就一法句来说，啊，一法句是往生论里头讲的。在十地，十地菩萨、三贤菩萨当相即是啊！啊，即是什么呢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。化身菩萨来实现的，他怎么不是化身呢？他实现肉身就是化身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他知道啊！啊，这有个比喻啊，譬如这个人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他在大学担任教授，哎，他也可以到中学去做个老师，甚至到小学去做个老师。无论他在哪一个学校哪个等级做老师，他的博士学位大学教授身份没改变啊，那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。但是他现的相不一样，现的相呢为地位很低啊，实际上他高高在上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实现的差别。真解之说，身心精义。啊，说得好啊。啊，甚深精义，它能够把它显示出来。盖为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。主是阿弥陀佛，办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。啊，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啊，一直到十宝庄严土、
上上品，全是大乘。啊，故借助于真定句。啊，尤其是第二十愿讲的那么清楚。每一个往生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是真定句啊，阿惟越智是大乘。啊，凡夫能往生也是入这个地位阶位呀。至于示现是第三现，其体比如涅槃，当下即是法身，故于借习住于正定之句这个句下紧接决定证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接这一句话了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：无上正等正觉，谁正的？妙觉菩萨正的。啊，妙觉是佛果。啊，这是究竟的果位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底下总结解得好：往生之人介入正定之句，决定成佛，即显弥陀大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些话总体来说，就是你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成什么样的佛呢？跟阿弥陀佛完全同一个等级的佛。啊，绝不是在阿弥陀佛之下。啊，那阿弥陀佛这个级别可高了。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你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也就是佛中之王了。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？只有无量寿经里的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句句是真实话了，没有妄语。佛门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闻到佛法不容易闻到大乘，闻到大乘不容易闻到无量寿经，这净宗法门。你要真正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一生得度了，不是普通得度，圆满的得度了。啊，你成佛了，就像阿舍王子一样。啊，阿舍王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欢喜，发愿要成佛，要跟释迦，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的同学听到之后，也要像阿舍王子一样。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，决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